不惜弄伤你的双手，你要救出的那个人是谁呀？难不成这里藏了你的孩子？这次的意外，工程负责人跟育幼院院长有不法勾当。听说你是秦院长的亲生女儿，对吗？不是，是四月。秦四月她就是院长爸爸的女儿。今天开始，我要当爸爸的女儿。你是第一个见到我女儿的人，有爱心生的孩子，名字叫慧祥。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，我的女儿秦四月。